妈估计还在楼里，这出去没这么快。前方有危险。鬼跳个锤子，鬼跳。鬼跳了。一扭头看到了一个绿皮大衣，哇，人傻了。吓死我这人了。刚看到他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这叫战术，懂不懂？哎呀，我太肥了，等会出去不会就嘎了吧？你跳伞了，这车还出得来吗？出得来，我重启一下。来吃了，我去。这是弹吗？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倒了倒了，他有个小平房吗？哪呀？呀，好速掉了！又能找地方堵了我。我们好多地方吗？我地方好。我靠，人机杀手，速掉了。换个呆呆，你要换那个神什么鸡哥，你看，没啥。牛逼！一屁股，真受不了，他想补我。我看到他了。厨房楼两个，先把他蹦蹦先。现在有没有厨房？没有。他非得补我。来找一个。挺近的，可以。大厅吗？没有啊，大厅没有人。真，二楼大厅还有他。然后受不了，这个。你就把大厅忘记打了。他在大厅外面，一楼外面。还有那个角落倒，我把你鸡拿回来。你炸是哪个？是哪个？还有个角落。没人了。
方有危险。哦，快快快快快快！前方有危险，别放烟。我们看到的是什么？要脸！这 ID 说你自己呢？那本来前方有危险，我刚标了那个地方有两个呢。前方有危险，哇，那边有人在游泳。前方有危险，哦，有弹来了。那枪没加，这反不反？非反是反也要打。给他一锅，受不了！哇，给他一锅！我就不是他，主要他左右太骚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一直左右左右。他的AK 直接给我两枪头，给我秒了。前方有危险。你刚没看到他吗？他今天一个无名老子差点给我反杀了，吃不了。你刚刚咋不这么准吗？啊！他穿一下给你打空了，差点。欧弗啥？这鸡哥还是个动物，还是个武林中人。啊！啊！叫啥？关了个门，突然，你没看到吗？东西，进去一波，好，给自己，哇，自信的两只超，弹来了，弹来了，哦，他偷我们车。